月十二日13时50分，阮南驾驶 BMW 汽车沿南京东路段往东行驶，未打方向灯，自第四车道变换至第二车道，与第二车道水泥预拌车发生碰撞，所幸无人受伤。警方调查，双方驾驶皆无酒驾情形。阮南驾驶行为恐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，不依规定使用灯光及第45条，在多车道不依规定驾车。松山分局呼吁民众驾车上路，变换车道前应确实开启方向灯，并确认后方无来车后再行切换，切勿一次变换多个车道，造成后方来车闪避不及而发生事故。